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仔日有会时段，开放注 A D 疫苗预防下。在疫情这段时间，有的人看网络，有的人看电视，了解疫情最新的变化。今日要跟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就是台电视台台台，就是管国片会当公开表演，或者是活动的设备，像咱讲舞台。另外物件制作，像咱讲镜台，发送电视或者是广播电话信号的机构，咱讲电台、电视台。信号台，另外算机器、机器车或者是电子设备的单位，像咱讲一台车、一台电视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作徛台，一个意思是讲斗战声、斗加油，像讲选举的时头人斗徛台。另外，佫有一个意思就是领导带头。第二个词读作戏台，就是戏剧表演的舞台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把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咱来讲戏台卡卡久就是你的，因为小职员开始做起，经过30年变做公司重要的管理人员，公司即马变做伊咧徛台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台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